少奶，你确定他们都下山了吗？不是诱敌之计吧？啊！我怎么亲眼看见盐虎带大片下山的，还说什么救大当家的？大哥，咱们趁势攻上去吧。不，等到天黑，天黑我们再上去。 别动！别动！阿亮，你这臭小子跟着严虎造反下山，还敢回来？陈汉，你少在这儿血口喷人！我们下山是去救大当家，没有造反。有没有造反？去跟夫人说。带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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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汉哥，你听我说。哎，夫人，你们竟然敢骗我，私自下山去救人！ 你们还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太婆放在眼里？夫人，你听我说，救大当家一刻都等不了，我们迫不得已才想出这个办法，还请夫人原谅。我的眼睛里揉不进沙子，谁要跟我作对，就是自寻死路。既然你和严虎下了山，为什么还要回来呢？夫人，这是大当家让我给你捎回来的。 狗日的，人都在大牢里，还想毒害沈阳？这是给夫人治头疼的偏方。大当家知道夫人爱头疼，就算被关在大牢里，也没忘了让我把药给您送回来。大当家说了，本想给您养老送终的，可惜被判了死刑。大当家说，他如果不能安全回来，还希望您保重身体。 把头疼治好，谁信你的屁话？我看这分明就是毒药。毒药？好，那我吃了它，看我死不死得了！够了！阿亮，你们的行动是怎么安排的？现在二当家已经在城里了。 其他兄弟由小三带着从城墙上进城，先到警察局查探，一有机会就下手，把大当家抢出来。县城里警察多，你们人少枪更少，要是他们早有准备，来一个瓮中捉鳖，你们一个都逃不掉。逃不掉就认了，脑袋掉了也就碗口大的罢。夫人，药我送到了，我得走了，二当家还在城里等着我呢。 站住！想走没那么容易。要走可以，带上这里的兄弟们。夫人，大当家不只是你们的大当家，也是全山寨的大当家。要去救他，这里的人都有份儿。沈娘，你别相信他。就听我的，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守着寨子，其他的都跟阿亮下山。是夫人，走。 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儿来，怎么，找我有事儿吗？我，姨奶奶，你好像有心事啊。啊不，应该是有很着急的事。没关系，你现在不想说的话，你可以休息。畅通土匪抢劫囚犯是什么罪过？什么？
徐少爷串通平阳山的土匪，要抢叶子桐，他怎么联络上这帮土匪的？一奶奶，这件事可大了，串通土匪那可是杀头的罪啊！我就知道会这样。那你为什么不劝阻徐少爷？好，现在是什么状况？他已经联络上了土匪，还是？土匪已经进城了。盛平哥说了，要不惜一切代价，串通土匪救出梓潼。 怎么办啊，田先生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知道这帮土匪藏身的地方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田先生，你要帮我阻止世平哥。你认识的人多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 李奶奶，既然你已经开口了，我一定会帮你。我也可以去让警察局的那帮人，在徐世平见到土匪之前，就把所有的土匪都抓起来。但是，有一句话我必须告诉你：我知道你心里的苦，你的眼里只有徐世平一个人，可徐世平的心里却有一个叶子桐。 知道你想要得到徐世平，但要得到徐世平，就必须除掉叶子桐。什么？田先生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请你帮忙的。我没有想到你会说这样的话。我没有想到你的内心是这么的邪恶。子轩，这不是邪恶。 为了你自己，别说了，你别说了。今天就当做我没有来过。我走了。子轩，子轩，小姨，到。你马上去找警察局的崔局长，告诉他们，今天晚上就干掉叶子桐。 好，去吧。嘿，土匪进城，我叫他们有来无回。怎么回事？谁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 局长，哦，局长，电话。谁的电话？局长。石，你给我听见，现在马上派出一小队跑步到我家来保护我的家人。局长，怎么了？别问那么多。啊，另外，你亲自带领几个人到牢房去，把叶子桐提出来，押到一偏僻地方，就地秘密处决了。今天晚上？对，快，我马上就到。 怎么了，队长？局长决定今天晚上秘密处决叶子桐，去准备一下。这唐外爷咋还没消息啊？我说二当家，唐先生现在正在警察局打探虚实，一有消息我肯定会通知你们的。子爷。 等你半天了，二当家，你听我说，崔正明今天晚上处决大小姐。啊？啥？这狗日的，我先断了他老王去。对，走。二当家，你听我说，崔正明在各个地方加派了人手，不太容易攻进去。那咋办呢？难道让我们看着我们的大当家被处决？对呀。这样，来，我知道一个薄弱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在那里下手。 你答应我，将来不管出去。
我们两个要一起承担，一起学着把叶家撑起来。嗯，我答应你，真的，太好了，妹妹，来。打死不离亲姐妹！哎呀，啊，对不起啊，姐。 是不是？你出去！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。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你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梓潼给怨死。世平哥，你听我说。我不想听。我不光不想听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出去。世平哥，世平哥，你听我说。不走是不是？你不走，我走。梓潼就要被处决了。这不正合了你的心意吗？不是七天后，是今天晚上。 你说什么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崔正廷可能今天晚上就要处决他，你快去救他吧。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？我刚刚出去，看到两个警察，听到他说的，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叶子彤，你的死期到了，执行的处决令。不是说七天之后吗？少废话，带走。 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打吧。好，兄弟们，拿下平阳山寨，你们就有好日子过。手里散。是山上，肯定是杨霸又打上山了，怎么办啊，当家？ 山寨又，二亮哥，我们是在这里救大当家的，还是回去保护山寨？先救大当家，先把大当家救出来再说。二当家，车来了，按原计划行动。好，走，走。
老夫人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杨大当家，你趁人之危闯上山寨，想干什么，你就干什么吧。我想杀了你。尽管杀，我一个老太婆多活几日，只不过多吃几口饭，多浪费一些粮食罢了。你真的不怕死？ 自打让阿亮带人下山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会有今天。你杨大当家还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吗？要杀要剐随你的便。不过，你可要知道，叶子彤的脾气，他只要能够活着回来，这个仇一定会报。你是我铁的女人，我这回绝对不会出的。 让我来接过这个老太婆。我杨霸虽然是土匪，但是也知道礼尚往来。你平阳山寨上次放了我，这回我也放你一马。告诉兄弟们，专拿之前的东西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他们如果不反抗，就放过他们。好嘞。 枪崩了他，把枪放上！梁哥，你听，这个枪停止了。是啊，停了。里面怎么没声音？不好不好，该不会是大当家出什么事了吧？快，准备炸药，把城门给我炸开。
小心点。今天晚上就要处决梓潼，我来帮帮忙。这太危险，赶紧回去。少爷，是啊，你们前脚一走羊，把后脚就上山端了咱们的窝。你看看，咱们死了多少弟兄？
老子现在就去找杨爸报仇！走，走！都杀光了，抢光了，你再去找杨爸，你以为杨爸傻呀？ 杀不杀的兄弟，现在给我去断了杨爸的老窝！走，走，开路！我现在还没有死，你们的大当家还站在这里。夫人，我对不住你。 大当家，你说，咱们现在都听我的，我们都听大当家的。好，我们从长计议，替兄弟们报仇。从长计议，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让咱们吃喝啥？你少废话，吃喝我们都有。 大当家油耗里赚的有的是钱，那枪呢？没枪怎么打？我们可以赚钱挣。什么时候？休养到可以一举拿下杨霸山寨的时候。大当家说的对。大当家，你除了给咱们山寨带来了祸难，你还能带来啥？ 你他妈别太过分了！严虎，好，今天我当着大家伙的面，郑重的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正式的当这个大当家。我生是平阳山的人，死是平阳山的鬼。好，既然当了大当家。 子彤拜见夫人。子彤，夫人，哎，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啊？子彤谢夫人救命之恩。我救的不是你叶子彤，是整个山寨的人心。要是一个寨子的人心都不能连在一起，那么这个寨子就得毁了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夫人，起来，起来，夫人。 夫人，平阳山寨因为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一定要重振山寨。我知道你有这个能耐。唉，说来说去，你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呢。谢谢您，夫人。先别说谢谢。我问你，你下山这一趟都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了很多。 我知道，平阳山寨才是我的家，其他哪儿都不是。说得好，那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要重振山寨，我还要报仇。报仇？对，徐仲卿不是死了吗？不是徐仲卿，是另外还有人想加害于我。这次因为救我，损失了那么多弟兄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一是还我清白。 二，也要查找观音石的下落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山寨，保护好您的。站住！上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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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
世平，，世平哥。谢正廷，有本事你就冲我徐世平来。是条汉子啊，别让徐夫人以为我冤枉了你。我问你，徐世平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昨天晚上他一直跟我在一起，就在徐府，哪也没去。姨太太，用不着你在这编故事啊。徐世平，我还是问你吧，你的腿怎么受伤了？不说是吧？好，把他们统统带回警察局。等等。哦，我说，我这条腿就是在开城门的时候受的枪伤。崔局长，你可以带我走，但这件事情跟我的家人无关，你不能动弹。把徐世平带走！不要，世平，世平哥，世平，少爷，少爷，世平哥，世平哥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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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走，你走，都是你姐姐害的我世平。娘，你走开，我不想见你。你走，我再也不想见你了。小玉，给他拉走。你现在骑术越来越厉害了，我都跟不上你了。那是，咱们大当家是一般人吗？啊！再说了，我这马选的也好啊，是不是，大当家？啊！我看啊，咱大当家留下最高兴的就属二当家，你说是不是？哥，我觉得你有点危险。为啥呀？要再这么下去啊，你这个嘴啊，估计得越来越大，估计得咧到后脑勺了。去去去去！哎，大当家，你记啥呢？啊，山势地形。哎呀，这还用记吗？都在我脑子里呢。说吧，想去哪？可惜没在我的脑袋瓜里啊，我得把它记下来，我得记清楚了。等再有人打我们山寨，我就叫他走投无路，有来无回。好啊，但是大当家，这地形得记，这枪法也得练啊，要不然到时候腿软手软，那可不行啊。说的是哈，这方面你们俩可是我师傅了。行，那既然认我当师傅了，那就跟我走。好啊。好。下。哎呀，大当家，你这枪可不能这么打呀！你记住啊，这打枪最重要的是眼要准，手要稳啊，尤其是要讲究这出枪的时机，看准了就要打，果断，绝对不能犹豫啊！亮子，看见没有？来，你再试试啊！哎，
当家就是聪明啊，一点就透。还是你这师傅教的好啊，是不是阿亮？还是您武功挺高。